世界大桥列表只统计世界各国长度超过3000米的大桥。1957年，万里长江第一桥——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。1968年，南京长江大桥正式通车。1991年，上海南浦大桥通车运营。1997年，虎门大桥建成通车。1999年，中国第一座跨境超过1000米的特大型钢箱梁悬索桥江阴大桥正式通车。2000年，共创下4项世界第一的广州压际沙大桥正式竣工。2004年，中国第一大跨境悬索桥顺义大桥正式落成。2008年，杭州湾跨海大桥全线贯通，苏通长江大桥正式通车。2010年，青岛胶州湾大桥主桥贯通。2011年，全球最大桥丹昆特大桥开通运营。2012年，一跨惊天地天堑变空图的湖南矮寨大桥正式通车。2016年，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正式通车。2018年，世界最大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。